都是跟活化的工作。那真正的这个虚数的工作，是在今年去年吧，去年我通过这个台湾大好做这个新赛，跟在利用这个计划师，还算是真正的开始有这个新赛的这个程序。我现在跟这个老师稍微说一下这张图片啊，这张图片呢，其实哪里有保持的这个到目前为止啊，发现这个最古老的这个稻谷的化石啊，是以前台北理大的这个教授啊，纪永吉先生啊。那我就简单说一下。我帮那个台大做说明啊，老师那个纪永吉。小屋啦，所以最主要就是，那也花了很多力量，然后要到点钱，所以就委托那个也是王老师那边，就把它做一个修复再利用计划。那如果今天能够通过的话，其他的下一关他就可以申请我们文化局的补助。现在有对国立的大学可以由市府来补助，那最高的话，比如他下一个设计阶段，他可以全额。好，大概就这样简单的说。好，谢谢。我们来看看各位委员有没有提到的地方。如果没有的话，真的好，我还是建议给他通过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今天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委员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我们谢谢今天所有委员，好，撑到最后，已经力有未逮的都已经离开了，好，谢谢。我有一个地方。好，谢谢。